有一只妈妈，好可怜，刚生小狗，生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刚好经过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只妈妈，我就下来看，然后听到狗叫声，然后小狗生在那边，有看到吗？就在那边那个地方。我们的人现在用罐头给他们吃，要等一下给那个妈妈吃。狗狗啊，你过来啊！我们希望有小狗，因为妈妈现在在那边，她一直在注意我们。刚生而已呢，刚生的小 baby， 你看妈妈都在注意。她在叫，没有看到。他一直在注意看我们怎么在抱他的孩子。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。哇，噪音。好，你要。哎，你经过，你经过，你经过，经过，经过，经过。七号，它四合一 plus， 它是爱丽希氏体阳性，然后营养差、发炎，然后这是血液生化的部分，然后血液血球就是贫血发炎，发炎的状况没有很严重，可是贫血状况比较严重。贫血的血色素现在只有 8.5， 正常要到13。是长期那个营养不良，啊，因为它要生产啊。